里应外合，不法分子谋财害命骗保金。不法集团已联合保险代理为无亲无故者投保人寿保险，在策划人为车祸伪造意外死亡假象。嫌犯开车撞向受害者后，发现对方尚有气息，竟下车殴打受害者，直至不能动弹。受害者最后被罗里碾过，导致当场毙命。嫌犯偷个资买人寿保险，死者不知情。最终骗保费手段被警方识破。仲以为 TVB 先有的剧情。